拥抱大自然，让心情更加开阔。来看到新竹县竹东中兴路这一处的休耕田地，去年十月农民撒下绿肥种子，现在呀，三分半的水稻田变成美丽太阳花海，上百株向日葵盛开，为淳朴的农村增添了缤纷色彩，也吸引了不少民众赏花拍照。绿油油稻田间，金黄色向日葵盛开，直挺挺向着阳光，为农村带来新气象。竹东中兴路二段道路旁，休耕农地变美丽花海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片花海哦，是因为上一期休耕，所以我们为了要提供大家有一个很好的视觉感觉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一片把它撒一片花海，让大家来可以尽情的赏花啊，在疫情之下，大家可以放松心情。土地休养生息，提升农作物产能。竹东镇三重里农民去年十月，在三分半大的二期稻作农地上撒上绿肥种子，现在田野间沟渠旁成了一大片太阳花海。圆扁形花冠向阳特性，全朝向同一方向。一旁还有小白花鬼针草衬托，白色金黄花朵相互争艳，美不胜收，吸引蜜蜂穿梭花丛，小鸟跳跃花上，就连路过游客也停下脚步，用手机拍下美景。早起运动民众忍不住大口呼吸新鲜空气，感到心情开阔。本来走走就放松了，看到向日葵非常高兴了，甚至想要带我的家人、我的亲友，让他们一起来观赏，一起来欣赏，一起来放松，一起来舒服享受。平凡稻田焕然一新，为淳朴农村增添缤纷色彩。太阳花花期预计二月农地翻土，可得把握最佳赏花期。